这是大松的新手教学的说，这是大四的时候工作人员。那感谢主持团队 Dispensary， 然后感谢主办是 GV 救松团，然后食物组的小草。那场地的话是资讯组的陈明志老师、廖宏源所长跟 Rita。那包括场务组有小林、Stella、大柱还有小班，然后摄入联署 Macco， 然后照相 Leadership Jonathan Chen， 那直播是 Team Monk 还有 Sean， 然后网络是雨婷。那以上谢谢大中的各位。好了，开始要补充一个。不好意思，还有一个放在提案下面的东西，我要讲一下。好，想要讲一下，就是因为要那个感谢 AWS 赞助，就是GB Hagandy 的，就是快递，让我们可以就是营运。继续营运 Hagandy， 然后我们今天就是 AWS 有小礼物送给大家，就是你今天只要登入就是这个网址里面去填问卷，你就可以得到就是$25的 AWS credit， 然后请一定要在今天的6点以前进去填问卷才拿得到，然后这个 credit 就是会在2周工作前一天email 其实是发放给大家，然后下面还有更多资讯，就欢迎大家进去参考这样子。然后，之后可能会有再跟 AWS 合作，会有一些活动，然后就是在如果大家有更多问题，可以来询问这样子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给主持人。好，那接下来就到我最喜欢的自我介绍的环节。好，那现在开始要进行自我介绍，然后像这种大方就是超。